拖下来！你最好自己拖啊！你别逼我动手啊！ 我们也不想把事情搞大，你只要把衣服脱下来，慢慢递给我就行了。这位大哥，哇，你看起来好有个性，老板真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你快点啊，你把夹克脱给他呀，他可能就是特别喜欢你这件衣服，你赶紧脱给他，我就没事了。不可能。 错了没有？你是不可能啊！你这衣服比我们的命还重要吗？你快点给他！看来不动点真格的是不行了。我赢了，你赶紧的，你把衣服脱下来，我们俩就没事了。快！啊，快点！我陪他们玩玩。呀！哎！ 是你把我叫出来的，现在还问我是谁？我叫你出来的，我什么时候叫你出来的？哼！你叫了，从很久很久以前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我们认识吗？啊！没关系，现在认识也不晚。 没关系，我喜欢你就行。什么没关系啊？我很有关系。现在已经没有人烦我们了，所以你要陪我玩一会儿。玩？我凭什么陪你玩？就凭是你把我叫出来的。别动！ 回去。主啊，过去。 别动啊！不要回头哦。保持住了，千万不要回头，不要动。好的，好的，好乖。我知道。 师傅，普安医院，麻烦快点！怎么办？这个医生疯了！ 等一下，你别过来！催眠游戏玩够了吧？刚才是我陪你，现在可轮到你陪我玩了。咱俩加起来都要50多岁了，玩什么游戏啊？是石头剪刀布呢，还是2只小蜜蜂呢？边走边想吧，我的时间有限。 难道我看上去很闲吗？我是医生，我很忙的。你跟我不一样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出来。你还真以为你是体验生活的大明星啊？难道你是假释出来的犯罪分子？别乱猜了，我来的那个地方比监狱更难出来。而且还要押一万倍。上车。妈，我真的要走了。哎呀，我都说了，我不要，你好烦啊！ 你流血了，带你去包扎一下。我最讨厌医院。快点儿啦！把衣服脱了吧，刚才打架的时候看你受了不少伤，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。 别看我，你眼睛往下边看。原来你是精神科医生，真糟糕。看来我们之间是不该有的孽缘。 恭喜啊！你总算是醒悟了。你干嘛？东西给我！给我！你要干嘛？干嘛？看好了。 这是我的名字，我要你一辈子都记住，死都不能忘。好肉麻，这皮疙瘩都要出来了。崔皓月先生，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，你真的不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吗？ 如果以后有一个人长着一张和我一样的脸出现在你面前，那个人一定不是我。长这样的崔皓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我。 绝对不要忘记我的眼神。治疗已经结束了，您可以走了，不送。今天晚上我帮你吃饭好吗？ 那我帮你写论文。白少，咱们能不能多点真诚，少点套路啊？几点了啊？什么时候才来啊？都几点了？几点了？偷懒去了吧？啊？居然还能把病人给我坑丢了，可以呀。这段时间别想再休息了啊！啊，医生。 你找死吗？我带他出去一下，可以吗？带走。你去约会吧，不，那个可以先化个妆，然后换件漂亮的衣服，高高兴兴的约个会啊！去吧，约会吧！白医生，饶了我们，去约会啊！ 有事吗？我找到关必康医生了，他在普安医院。我知道，我会和他谈很久。你先回吧。普安医院。 请进。这不是一针吗？哎，好久不见。常助理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，我一直就在这儿等你呢。真的是好久不见了啊！见到我有这么开心吗？当然了。现在还开心得起来吗？千方百计想要除掉我的 Peter 先生，崔皓月。 我知道，我会和他谈很久。你先回吧。 好锋利的一把刀啊！我想小俊一定会喜欢。你认识莫小军吗？莫小军，沈一真身体里的那个17岁少年人格，名字第一次听。没错，莫小军，一个总是想不开的傻孩子。不过最近一直很乖，真想把这个。 送给他当做礼物，不过在送给他之前，我也可以先拿这个试试手。替我转告沈一真，别想干涉我们，妨碍我们，或者消灭我们。要是他不妥协，你能怎么做呀？那就让你出马。 让沈一真永远沉睡，不可能！沈一真才是你们身体里的主人，如果把他杀了，那你们也全都完了。而你崔皓月，你只是沈一真。 他大脑防御机制启动时制造出来的交替人格之一而已。崔皓月，冷静点儿。我就是我，我是崔皓月。 不是什么沈一真的交替人格，我警告你，如果你再帮他做什么人格融合治疗，或者让他记起已经忘掉的过去，刚才那把刀就会在莫小军的身上派上用场。你明白吗？ 出现了，您没事吧？ 没事儿，放心吧，习惯了就好了。一真呐，千万不要责备自己，伤害我的人不是你，是崔皓月，啊，啊，对了，有两件事情我一定要提醒你一下，你身体里面的那个17岁的少年人格，记住了，他的名字叫莫小俊。莫小俊。嗯。哎，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，我觉得这个崔皓月好像变强了。 虽然我不能轻易的下结论，但是我能感觉得到，他想要成为你身体里面所有人格的主人。他想除掉我？嗯，他刚才还威胁我说是要让你永远的沉睡下去。哎呀，这一次啊，他好像是有了什么目标，正是这个目标让他变得更强了。 我记得他还说了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。他说他自己找到了初恋。初恋？人格也会恋爱？嗯。当然，人格也是会恋爱的，但像崔皓月这种暴力型人格。 也许会把对一个人的执着或者伤害，错当成是爱情，而且一旦得不到回应，那种爱就会变质，成为他内心深处的破坏欲。这样一来，那个被他爱着的人就会非常危险。难道是婉言？ 今晚大家加班呢？没有，没有，啊，吃饭。妈，哎呦，不回来吃，跟你说好多次，我不想吃。嗯。站住！这位女士，请问你是？这位女士，请问你是？啊，你是？哦，想跟人家玩游戏是吧？想玩欲擒故纵是吧？还问我是谁？我也想知道我是谁，像神经病一样等你半天。 就是一个神经病，肯定是从医院逃了出来，一路跟踪我到这儿，他非常危险，患有夸大妄想症。哦，那回来了，回了医院就安全了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这。 这位先生，我实在是忍不住了。刚才上面的时候，不是你追的我吗？啊，你刚刚还跟我，不是你吗？不是你吗？你干嘛？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您冷静。哦，你说那个。 那是个误会，真的很抱歉。你明明已经很痛苦了，可是我还……不是，其实我哪儿痛苦了？我其实非常理解你的，我知道在医院待着肯定不好受，但是我认为所有的事情只要坚持，就一定能够挺过去。真的，我相信你，你加油！我真的还有急事，我真的先走了，抱歉，再见，再见。啊！我被甩了。 你怎么来了？你头怎么了？哦，没啥。你受伤了？不受，是关主任。怎么回事？崔皓月出现。崔皓月？不是告诉你不要喝酒吗？哎呀，我没喝酒。算了，这事儿先不说了，车给我用用。 2017年2月16日晚上10点整，这是你让我心动的瞬间。那是个误会。快接电话，曼妍，快接电话。喂，喂。 哦，喂，婉言，是我。你真啊？你刚刚连个招呼都没打就不见了，去哪儿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怎么了？听你好像很紧张的样子啊。你这是跟人打架了吗？三好生也会跟人打架。 我有话想对你说。怎么了？假如有一天，我对你说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或者做出一些很奇怪的事情，不管是什么，只要让你感到很不自在的话，请你一定要无视我。 也许会对你很无理，也许会打电话约你出来，当然也有可能大半夜的来找你。如果是这种很过分的事情，请你一定要相信，那个人他不是我。你在胡说什么呢？是喝醉了吗？ 以后有人顶着我这张脸，却叫别的名字，做出了完全不像沈一真做出的事情。那个人他一定不是我，你一定要跑，跑得越远越好。如果跑也不行的话，你就打我，就算把我打晕了也没关系。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 婉言，红酒开哪瓶好啊？我和东杰哥在喝红酒，要不要一起？啊，哦，那不用了，我先走了。婉言，去年的平安夜，谢谢你打电话给我。 是我最幸福、最温暖的一个圣诞节。我觉得这个崔皓月好像变强了。 这次啊，他好像是有什么目标。正是这个目标，让他变得更强了。那就让你出吧，让沈一真永远沉睡。 是因为想了太多，还是我庸人自扰？就这样被你一笑而过。那些作废的誓言，努力却也忘不掉。全世界都被你占据了。 沉默在深海，暗夜里思念着谁？眷恋的年华，却只是短暂狂欢。折断的翅膀，遗落在深渊，飞不出漫长等待，逃不过，挣不脱枷锁。 撕扯着伤口，走不出你给的牢。